两个笔记，娜妹和影帝梁家辉是机警客，旁边这两位就是梁家辉的双胞胎女儿，他们在 Instagram 上面 po 上一家四口马尔蒂夫度假出游照，两个女儿作风洋派大方秀好身材，黑拉59岁老爸一起入境，一旁则是梁家辉结婚30年的太太江嘉年，笑得腼腆含蓄，打扮也比较保守，跟一般家庭主妇差不多。那个时候就很包容，什么都不看，很不讲话，默默去做他的事情。看到我气完了以后，好了，我要吃饭。不会言自己怕太太，只是江嘉年身材略显丰腴，曾被网友亏说配不上梁家辉，但其实当年也是瓜子脸。江嘉年早期是影视制作人，火烧圆明园就是他和梁家辉目前幕后合作的作品。梁家辉一度事业低潮摆地摊，江嘉年都不离不弃，不过传出他因为生病得要服用特定药物，身材因此变形。他笑一下，有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个笑话不好笑。虽然身材走样，不过梁家辉依旧很爱太太，一家人到台湾游玩就被目击他带着太太手牵紧紧的啪啪照，几乎只要外出都被拍到甜蜜牵手照，还对外说老婆是越来越美。梁家辉爱妻形象深植人心，也成为演艺圈最佳典范。谢武成和许慧美台北什么了。